大家好，今天是4月21日，一看的话都看得到了，全部都绿了，只剩一个红，红的就是建筑，而且红得来还是很恩珠的，是只升 0.05%。之所以升的时候，部分这些东西是扯高了，其实就不是什么太大的关系了，基本上都是升跌跌跌跌跌跌，那就不用怎么想了。好啦，咁我哋睇睇就係再跟住就係恒生指數期貨，喺呢幾個期貨咧，咁之前一路咧已經都係畫呢度呢兩個位噶啦，上面畫多個22622。